这周末还没有活动的观众朋友，南加州圣地亚哥将举办年度的国际儿童电影节。热闹的活动除了放映来自世界各国电影之外，还有机会亲眼见到导演演员，一起来看看。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抓住夏天的尾巴，在这周末8月26号到8月28号举办第13届的活动，今年将放映160部来自31个国家的影片。各国的电影代表团包括导演、演员等等也会亲临现场。除此之外，丰富的3天将有开幕酒会、颁奖典礼、剧作家论坛、研讨会、经验交流、剧本真人秀以及文化服饰比赛。对于想要从事电影行业的人，也是相当难得的机会可以学习。这周末不妨前往参加这场国际儿童电影盛会，购票详情欢迎上网查询。中天频道综合报道。